并不是爱情，我们才是。上回拍了蜻蜓的腿，你们都说他的腿也太可了。你干嘛呀？你看你这手。上次拍个腿，他们都说我才不要给你拍。今天我让你当个霸道总裁。哎，现在就好了没？等一下，我涂个口红。哎，这不是我前两天给你买的完美日记小细跟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色号绝了，刚好可以衬托你今天的衣服。切，你说我要怎么样表现出自己的霸道？这样吧，你又是林业霸了。我是林夕啊，好一点。小七。哎呦沙雕情侣的默契，你自己看他们俩的鞋子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两个人真是活宝。3, 2, 1，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。最近把我男朋友的手啊、腿啊都挥霍完了，最近开始流行小头巾变装。你会永远保护我吗？我会永远保护你的。那你会努力赚钱，我会成为一个。我一定会的，这是我为你施的弑神令。听说只有20%的情侣能做到。蜻蜓，有没有刷到最近那个最菜的女孩？是不是我不行？行，我不行。我可以，我做个热身运动。那我们来试试吧。请求失败。喝酒我，喝酒我，喝酒我。再试一次，还是失败了。最后看看成片吧。3, 2, 1。当你一周没见男友时，下播了。啊！别笑。以后我放下包子。当男友出门报备敷衍时，下午希望出去跟哥们儿巧聚一下，晚点回来啊！你去哪里吃啊？哥们儿来接我了，不说了啊！此时，普通女孩，情感专家，清明，我今晚去八五七了啊！我约了几个有后街的小哥哥，先不说了，小哥哥来接我了。下午错了，我再不这样。在哪？纯爷们，美女的，你在哪？我马上来。猜猜我是谁？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哇，这很明显啊！就看起来像三个差距，我都能知道他是什么奥特曼。哦，你不要乱讲，应该是泰国好吧？啊，这耍赖好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太离谱了，这叫太离谱啊！这一看不就是天王警长吗？你看，不可能，美羊羊，我觉得是哆啦 A 梦塞在里面。不是，不可能，叮叮叮，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打你，我会打你，好家伙！这个轮廓呢，似曾相识，是不是要排除？一定不可能是我，他这么可爱。你想上一条什么什么？哎，这条不会是狗子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狗子不会要天王丑露脸吧？哇，好可爱呀！竟然是他！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？